们组织好了，马上坐下开会了。总队已经解散了，还开会干什么？总队啊，你们宣布解散行了，开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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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司令员，大家不听招，怎么成队？基本兵为准，向左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请稍息。今天把大家集合在这里要讲什么，大概大家已经清楚了。可是我刚才听有人讲说守备区撤销了，还站什么队？这是我们要讲的话吗？我们是军人的同志们，在上级还没有命令我们脱下军装的时候，你们就依然还是军人。军人是干啥吃的？一切行动听指挥，战争时期冲锋陷阵，和平时期守卫边疆。那么假如说我们一生都在守卫的一块阵地，我们不得不放弃，那么我们怎么办？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清楚，一定要讲清楚。不是我们没有战斗力，不是我们守不住，不是我们没有战死在沙场上的决心，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，上级命令我们撤。军令如山倒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情绪，不管你多么不愿意，军令就是军令。那么同志们，我们怎么走？我们能像一群乌合之众那样一哄而散吗？在战场上打冲锋的时候，我们是英勇的战士，我们撤退的时候，我们依然是英勇的战士。那么上级命令我们打冲锋，那是对我们意志、勇气和忠诚的考验。现在上级命令我们撤，那也是对我们勇气、意志和忠诚的考验。只有经得住这两种考验的人，那才算是真正的军人。很快，许多同志连身上的军装都要脱掉了。那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只剩下一个军人的荣誉感和自尊心，只有军人的勇气、钢铁般的意志，还有对祖国的忠诚。同志们，好了，现在我问一句，有谁要在我们大家撤离阵地的时候不愿意跟我们站在一起，现在可以走了？那愿意跟我站在一起，那就跟我一块儿笔挺的站在这里。好，现在我提议，我们大家在一起最后合唱一次我们的军歌。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预备，唱！向前，向前！我们。